但这上啥个啦？是在做啊，特别特别多马拉新闻记者在写好多做啊，平常老板在做记者呀，不是马拉不多，多做一在做几个股，你阿妈就啊，把这边多马三单多，是嘛？顶级别咖喱吧呀，三阿爸努那么把叔叔啊，把信息啊，三阿爸叔叔来做啊，并且呢，加些好马卡的啊，一年一数百数钱嘛，就是啊，人民币在做啊，马多开路啊，那什么十二在做卡达瓦是嘛？顶级别。Kali ba ya? Sa lezo a malaku ba a uri ipusung sengan ula maayaw tatia maju a pasutzi ulto a paisu tu jilu a pasento doizo a ja kinshihwa ya doizo a malaku kushiwa ya doa timi ja jasya takala na masantan sa ula izo izo ta a pinjana niya maju tu si pasutzi ulto a shihwa penuh lataya lakwa no ja patsunan lezo a pimaza doizo a kikaku doa ja shihu ula pimaza doa lima zawi la pajalun doa 2020年暖呀，我来一年啊，就拿什么日子对做啊？家庭给都做啊，把对做核能发电，哎呀，一年不放拢来做家西湖。那我们这一次这个计划呢，我们是希望透过绿能屋顶的全民参与，然后希望呢，我们这一个我们的所谓屋顶型的三亿高瓦，我们希望提早到2020年提早来达标哦。哎，这经济部的11月16号，一对作家不就提升融金，那么做啊，那么特别多嘛啊，新闻记者，不是嘛啦不多，我哩一对作家古对做啊，我哩是嘛那呀，做顶级啊，把做顶级嘛在做咖喱瓦呀啥，我哩一对做是一部瓦龙，你嘛就是不是嘛啦真会真，我来真来一查比啦嘛三单来呀啥，伊哩真啊嘛数白少打。这个部分就是民众不要出任何钱，他也不用担心这个未来以后的营运。维护，那政府也不要去透过什么冗长的补助程序来进行，我们只要透过遴选适当的一个营运商，然后以现在的电能等购的汇率给予20年这样的一个长期营运的机制，然后我们再提供一些面向的诱因，就能够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绿能屋顶全民参与的一个推动方案。在嘞，最近嘞，老板几家股对做啊，那平常老板干多少生生案，伊对做啊嘛三，接落了来做啊，今年的屋里上上山那是一部瓦龙，啥米点嘛就多，伊在那啊是家里不来做啊，家里瓦山那点嘛就多是蛮顶紧个呀，啥上上山屋里伊在做啊，把家轮多接落屋住了八零安，屋里是上啊啥不生生案，原来不来做家不就多，啊那伊在做是家里把一部生生案来做嘛阿古吧，啥阿伟点嘛就。一直做几落趴升到，十个零多金时候，随着大波落个趴升到，十个零多就是阿达个人，乌里嘛万来做啊，就来两万呐，把万瓦将你见那把数字二乌里嘛阿拉对做啊，升升个那呀，啥子来那瓦干乌里嘛在段内做，不打个来做升升个，第一就不让不接结论。